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答答，吹吹答。不吃饭，吹吹。个性的歪丽丽，你在叫木木还叫丽丽？谈恋爱了？没有，我是个大白鹅。什么意思？谁大白鹅？坐对。做狼人，我王爷。王爷坐狼人，王爷不是在上面吗？一直站着不动的那是谁呀、啊？外面有没有好人和我一起去看看的？我操！外面死人了吗？死了个朱小笨。那上刚刚站上面的应该是木木，我能保的谁啊？木木、西曼、一美、恩姐，差不多就这么几张牌。饭堂呢是警长双刀，啊，其他人没了。盘外主委过来。哦，这里女男孩小李发言，我是鹅啊，我的身份是鹅。然后完了，我要出去做个任务，走到电机室这个地方，看到了何呆呆在电机室，啊、不去饭堂，然后我要回去拉铃，然后这个时候拍警了，过了。一美发言，我是看着何呆呆、郭凯丽还有十八 Z 三个人一起出去的。我去到娱乐室，我就说有没有好人，可能上面要倒尸体了，跟我出去一下。这个时候，摇铃的那个电视机上面警长撞倒了，我是冲过去要报警的。那外面的话说，我觉得都得好好聊一下。好，过。我在医疗室这边。好吧，我在医疗室这边，然后这三张牌肯定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用盘我，然后外资被我刀了人，我这边过。我发言啊，我是跟翠翠一起进到了娱乐室，娱乐室那边上面站了很多人，然后我就走下去，在那个叔叔看到我走到那个电视机那边，老厨子站在我左边，我站在右边，他过来啊，上去就给翠翠刀了，然后两人双倒。我刚转身想报警，叔叔派人了，叔叔在我这儿贴好，然后饭堂他刚提的谁我忘了，贴外边说呗，后边过。我是到了饭堂之后拉着丽丽一起出去对身份的，因为我跟丽丽跟木木三个人在那个医疗室上面那个管子的位置复活，然后到了饭堂我寻思我这身份没什么用，我就干脆找个人出去对身份得了，也省得在饭堂被刀对吧，我还想多活两轮。然后呢我就到了电机室，然后当时小李经过的时候你只看到了我，那丽丽站下面，然后我俩报身份那肯定不能让你看到，我是不是站在墙边边对吧，最左边的墙边边，没毛病吧，我跟丽丽对完身份了，我要是被拘了就是他要被拘了啊，反正肯定不是我。然后那个饭堂如果说恩简跟苏能互保，那老厨子哎，谁跟老厨子双倒了，那 EBC 跟我跟到后面有没有亲饭堂啊，你们饭堂有事业的人再说一下，如果饭堂没有人有事业，有那个 EBC 的事业的话，那我是不是能怀疑一下是不是 EBC 刀的，当然也不排除他有没有可能警长刀了个链子什么三倒之类的，不确定啊，反正这三张牌我一个都没见到。警长双倒了，做笨鹅啊，小李报额，叔叔报警。叔叔说了，我在上面，然后我旁边还有谁？还有英美，是肯定开不出一刀。我想一想，因为现在是恩姐说了是警长双倒，外桌还死了一张牌，那我觉得是得要投一个人。我记得我是跟呆呆、丽丽是三个人一起复活在那个船员宿舍下方的那个灰色，然后我们就往下面走了。除掉叔叔和小李，这五个人开链子。其实我想，我他妈怕连长念。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我点到了 EPG， 我可能没办法，我没有别的逻辑可以打，因为我只能看到苏苏，和一美，然后恩姐那张牌其实我也不一定看得到，所以但是恩姐说了警长双倒，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要投一张牌，我能保的只有苏苏、一美和恩姐这几张牌，那外置位其实。我没有什么信息，我只能跟点兵点将，我点到一兵子了，我过了。因为我跟何呆呆、木木三个人一起复活，然后当时木木说了句“三人行必有一坏”，然后呆呆姐就叫我出去说对身份，真心换真心一波。我把我说的给呆呆说，但是呆呆你报的身份我没听到，不知道是不是卡了还是怎么地。然后我还当时就是您报警之前，我大喊了一句，我说：“哎，我因为我给你报的身份，我问你半天你没说，你知道吧？”然后我没听到你的身份，好吧？我跟何呆呆是能保他不动刀的，木木、恩姐、苏苏、一美四个人不动刀的情况下，那外置位不就只有十八岁王爷、小李、西曼了，是吗？我听下来是这样子的。丽丽在听什么呀？我在她脸上啊，苏苏保我的呀。我在木木的下面，木木在我上面，
好吗？然后呢，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啊，应该是木木发言的时候，一美跟王爷点的票。苏苏只能保木木你这轮不动朱小笨这一刀，他并不是保你不为狼。你刚才那个发言就有点太想把人踩出去了，你知道吧？苏苏报警任务铁任，而且我是做了一个任务啊，我在储物间这做了一个封闭任务，三个封闭任务已经做完了啊，我听 BZ 了，过。如果王爷点我的话，可以直接出王爷了，因为木木这个发言在我人铁不为好。是不是？那其实我听门再聊下来的话，就除了王爷还有木木，木你要点票，那我就点你木木了，是不是？我是一张跟在那个何呆呆和顾凯丽后面的一张牌，他们后面是往那个定机室那边走，我是往船员宿舍走的，是然后就拉进来了。我再有一点换你吧，我工程师赤扛区，我不点兵点将吗？那我现在都不打王爷，我就打死你，赤扛区我。你们爱点 不是啊我在木木发言的时候点的木木呀，我鸽子，因为他觉得是我点的。 你得出个人啊你得出个人，我鸽子牌啊，我也点你不出人吗？好人牌、啊、你鸽子你也要先打狼啊，你只能点兵点将啊，你得出一个狼，你点兵点将，那你这谁家对谁家好人，谁家好人点兵点将。恩姐、你做了任务啊。OK， 这是你的任务条是吧？对，这是我的任务条。嗯，像这是我的任务条。丽丽啊，我没跟你说完。喂，你前面没听到是吧？喂，上一轮小李不也不在吗？默默肯定挺好的。小李不在。上轮王也说了，王也那个发言，我是觉得你要不除了排，只要排除警长三岛之外的话，那外置位能动刀的就 EBZ 跟小李。上一轮你们就只要去盘外置位的那个刀就行了，木木干嘛呀？而且出个鸽子，那这林也肯定得拉了。你们上一轮其实没有人聊到小李啊，何太太跟郭凯丽在一块儿，我恩姐西曼一枚，我们还有木木，我们几张牌全都在翻塔。四个里面外置位的牌就王爷 EBZ 还有小李了。王爷那个发言，我觉得他应该是没动刀，那么就是 EBZ 跟小李，反正这轮这两张牌里面出吧。啊，我过了。到这里你那孩小李发言，我是大白鹅呀，我上来就说了啊，哎，而且刚才我忘了一个事儿啊，厨哥一上来就说野哥做狼任务，有没有人听到过？我一开始是在娱乐室的，然后我说我出去做任务，然后我出去了，我出去之后何呆呆他还看到过，就拉铃的前几秒他看到过我，他还啊，厨哥说的是野哥做狼任务，有人应该能听到啊，西曼还是谁的应该是听到了，因为在这个娱乐室的右边，我从储物间复活，我往上走的啊，我从娱乐室走到电机室，何呆呆是看到我的。哦，十八 Z 我们，十八 Z 上把自己报的身份啊，他不是刺客狼，那我还不能报身份了啊，我是说的是野哥他做狼任务啊，过了。一美发言，厨哥跟崔崔警长双斗，他就唰一声，他什么时候跟你讲说谁做狼任务了？小李在我这儿，应该十八在我这儿应该是。就是刺客狼，然后小李应该是那个鹈鹕，可以先出小李哦。小李在我这儿铁坏过。老厨子是看到我做狼任务了呀。那你小李能够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那只有可能你鹈鹕把老厨子给吃了。老厨子在你肚子里面说的，对吧？啊，小李。然后还有啊，我刚刚前面那一票，我确实是验的 EBZ， 但是我是在木木发言的时候，我给木木投的票。好吧，就是木木发言的时候我投的票，但我验其实验了 EBZ， 好吧，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过，先投王爷呗，认狼了。那医美什么成分啊？帮王爷发，就是帮王爷啊，先投王爷哦。医美在我这儿也不是好过。我的条啊，任务我的条，出王爷，我靠！哎呀，我野哥呀，崔崔跟我出哥是警长，谁点的小李呀、啊？我靠，谁点的呀？我都说何呆呆投的是那个小李呀、啊，我点的是王爷。哎呦我，哎呦，谁点的小李呀、啊？哎呦。三郎啊！我操，丽丽何呆呆点的小李，王爷你他妈是狼！我操，丽丽，叔叔过来，
光，救我，救我！到了我吧，到了我吧，到了我！救我，救我！什么意思？养老的猪是吧？还他妈养的养了两轮，痛死你！郭凯丽，你翻天霸地，我他妈76Z，我给他狼了！你报我身份，娘的，大家还给我拼刀，拼得过吗？对。上楼我点的是王野啊，不知道谁点的小李。我现在，而且小李上面发言很奇怪，你不说你是鹅吗？怎么又说自己报不了身份啊？我不懂啊，我听你们归票过。出王野啊，出王野啊，上把丽丽跟医美是链子啊，他专门在饭堂说不要到医美，医美是我链子。出王野啊，没问题，怪不得王野上把那么硬的。小李报完鹅之后，他又说，哎呦，刺客狼还在啊，啊，那我不能报身份了啊，你这句话。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我先不管你，小李，先出王爷过。出王爷呗，啊，过来。我说的是什么？还有一个狼是谁啊？是西曼，西曼跟王爷啊。丽丽一直跟西曼说：“医美是我练的，不要刀他，不要刀他，不要刀他。”那西曼，那还有一个是西曼，先出王爷过了。医美在我面前炸开了。我也是王爷刀的链子、啊、我刀的、啊、我还以为这是我刀的呀、啊、你姐刀的我刀的呀、啊、我他妈跑的叔叔、哦、我他妈往上跑不是他穿的爆开的你们小李提壶啊提壶也爆鹅是吧小李我套不是朱小笨爆鹅呀我给他吃了你再爆鹅爆鸡肉汁我再不信我去肉汁不行，鹅也不能信这小李。哇哇，小李完了，何呆呆，何呆呆，你再爆鹅爆肉汁，我没刀了。点你，我们还有没有拉铃啊？哦，就没有了，有吗？没有了，没有。是假的？哎，真是假的？啊，出事了。完了，过来。哎，那游戏结束了呀，好吧。然后小李，我给你脑壳上来一枪啊！我过。来，我来盘一下。小李，你现在提壶，你不能点票。我们三个人点王爷，是不是这个逻辑？小李，你根本不用点票，点了我们三个人出王爷，然后游戏结束，好人赢。但是如果你点票，他必狙你，是这个逻辑不？小李，然后何呆呆、叔叔还有我们三个人是在饭堂死贴的。叔叔、何呆呆可以拿命保我。已知何呆呆，我先跟你说，你现在直接秒挂票王爷，对是不对？你秒挂他。小李，你别点票，因为我要拘你啊，小李。他为什么还要让我挂票啊？我就说是 N 姐刀的呀！哎呀，我操！我就说是小刘三票跳票。N 姐，你直接说小李躺在棺材里。小李躺在棺材里，小李自己把手绑起来。不是、啊，我这个狼配两个不盯着我了，我连续三轮了。